近日，经过网友们的投票选举，大陆女神排行榜前20名新鲜出炉，她为艳压群芳荣登榜首。而一向高调的范冰冰此次屈居第二，抢下第3名的则是被传为整容教材的 Angelababy。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高圆圆，凭借一句“你想知道亲嘴的味道吗”，秒杀无数宅男，位居第4。当红花旦刘诗诗以独特的气质斩获第5名。此外，入围榜单前10名的还有杨幂、佟丽娅、孙俪以及张雨绮、唐嫣。以为人母的赵薇、李小璐及章子怡、周迅、刘亦菲等众多大腕也榜上有名。纵观女神榜，我们还会发现，拥有魔鬼身材、天使面孔以及甜美娃娃音的台湾女星林志玲空降榜单第15名，凭借火爆的人气，她赢过众多大陆女星。此榜一出，不知要有多少宅男床头上的女神花棒要被替换啦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马舞之夜再度引爆全球，最新 style 即将横空出世，秒叔韩国首尔演唱会，4月13日17:30，优酷音乐独家直播。